我很少问啥各方面。你不行，太瘦了。你看你，体格不行。再问，朝后面过一下子，嫂子。你有情况了，别。不是啥情况啊？那你这着急吗？不是我，咋你今天有事儿？你关门早啊，要吗？我不关门早啊。不是，那你问我干啥呀？不是你现在啥情况？单身呢，还啥嫂子？咋的？离异了吗？啊，是啥点事儿啊？啥时候跟你说呀？啊，不是，那你准备一直单呢？没遇上合适的。不是，那啥样合适？你说呀。就也不用太高，胖点儿踏实就行。那彩礼啥的你不考虑啊？啥呢？我这样还啥彩礼了？我不有店吗？能跟我一起干活就行。啊，其实啥也不要呗。嗯。运气多。不是我恩嫂子啥各方面？你不行，太瘦了。你看你，体格不行。别问，那我走了，嫂子。